我先跟各位介绍，十二月最应景的植物就是圣诞红。透过我们的 GreenCare APP， 该怎么照顾这个圣诞红嘞？请问您有在种植植物的习惯吗？有啊，我办公室好几盆，那个盆栽哈，我喜欢弄给 APP。好，在这个时刻呢，你就不用担心了，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 Green Pen， 我们来欢迎我们的范永美创办人。好，来介绍一下，现在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 Green Pen， 现在看到就是我们的 APP 里面，我们可以为植物来设计你的名字，哦，比如像圣诞红啊，或快乐圣诞红啊，或是小美美之类的。小美美之类的，就是我就是我是最美丽的，这也是可以的，我是最美，我台北最美哦。然后你们可以设计以植物的生长环境，你要把它养殖的环境，室内或室外。现在各位可以看到是圣诞红它应该有的生长环境的条件，这是它的基本条件。那如果是说我们没有 sensor 的时候，我们只有 APP 的时候，我们透过这样子的资讯，我们可以去了解说我们的植物是不是在适当的环境，那是不是正常的照顾的方式可以生存。我们先请副司长帮我们浇个水。好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插上我们的 sensor， 我们稍后可以看到说这个植物的变化。那现在我们已经浇完水了之后呢，我们会有讯息的推播。来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讯息推播喽。谢谢主人喂我喝水，这样会不会很有互动感？有，有没有？我做这件事有感受，有感受，很有 feel 啊！我们要收整的时候，我们要不会的时候，在我们后台会设定这样子一个资讯。修剪的时候不要碰到它的白色乳汁哦，因为它是有毒的。然后现在我们再看看说，哎，有没有冬天阳光少，那我们搬室内怎么办呢？记得要有，记得要照到太阳。所以大家如果好奇的话，也可以来下载我们的 Green Pen。其实陆导一姐就是，无论有没有 sensor， 我们都会做知识照顾的服务。哦，谢谢你们。